持诵华严经能够帮助我们开展智慧，增长慈悲心。我们的心胸打开的同时，渴望一个没有边际的空间来容纳我们的心，好让我们的心可以自由的发展，好让我们的智慧、慈悲可以成长及加强。有这样的地方吗？华严经说，这个地方就是法界。我会诵读那个华严经呢，是4年前2013年9月份。建辉法师拿那个华严经到台北去，好，就是跟法师他们结个缘，就是一直送到现在，我就是因为怎样哎，我说小孩子他没有障碍的修行，就让我一直诵读，那也是鼓励，而且是他们的鼓励，还有师兄他们一直在鼓励，我就无形中一直诵。我一天送几个小时我也不晓得，因为我白天有时候要出去上课，好出去运动，再就是有多余的时间我就看书，这样子一直送一直送，这样子。我们的心量可以包容整个宇宙，我们的本体包含外在的一切相，没有什么是在外面的，我们是一切，一切也是我们。我们用广大与宽广的心去做任何的事情，反射出来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。十方新闻郭毅文、许建义，高雄采访报道。